是一款衣服，它的起针方法用的是钩针起针法。然后以花样 A 来说，它一朵花是27针8行。然后我们先从钩针起针法开始，先钩一个锁针，然后把棒针放到线上面，然后把第一针的线从第一针的锁针里面钩出来，然后再从棒针下面绕上来。再勾第二针，一般来讲，起针方法大概就是我们最常用的，就是钩针起针法、别色起针跟那个弹性的圆边起针三种。好，这是第三针、四针、五针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。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。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，然后我们把线放在棒针下，把钩针上的这一针套上去，就刚好27针。好，我们现在起针已经起好了。然后我们开始就要让这个花就定位。一开始我们要织五针上针，但是因为我们这边是背面，所以我们要从背面开始织的是下针五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然后接着再织线到从线绕到背面这一面，这一面是背面，然后织17针上针，然后正面就是下针，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11、12、13、14。15、16、17，好，现在绕到正面这一面，正面，然后织五针下针，正面是五针上针，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好，这样花纹就定位了。然后我们就开始织第一行的花纹，花样的第一行。第一行的花样，我们一开始就要织八针，二四六八，八针下针。好，我们一开始就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八针下针，然后又2针并一针，然后再一、二。三针下针，然后一个空针，再一针下针，再一个空针，然后再一、二、三，然后再左2针并一针，好，然后再八针下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七、八，就是一朵花的样子。然后到第二行，第二行我们同样前面织的是五针，后面是五针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织，先拉到前面去，一针、两针、三针、四针、五针。我们这一面织五针，好，然后那个下针正面就是五针上针。现在拉到背面这边来。织17针上针，正面是就是17针下针，一、二、
三、四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，然后现在绕到正面，再织五针上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五针上针，好，然后接着我们做花样第三行。第三行同样，这边一开始也是五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针下针，然后接着一、二，我们刚刚在这边有做过两针并一针，我们同样从这边两针并一针，好，然后再一、二、三，然后空花空针，然后再一。二三针下针，再空针，再一二三，然后再两针并一针，左两针并一针，好，然后再一二，这边是两针下针，然后接着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五针是下针，一二三四五针下针，然后接着第四行头尾五针正面看到的是上针，好，其他都是下针，我们头尾这边第四行一二三四五，五针我们这边织下针，正面就是上针，先拉到背面这边来，十七针我们织上针，正面是下针，二三四十五、十六、十七，先拉到正面，然后五针，正面是上针，这一面就下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好，这就是第四行。好，接着我们做第五行，第五行同样，前面五针这边一、二、三、四。五针这边下针，然后接着织，再织一针下针，然后再两针并一针，好，然后接着一二三针下针，然后空针，再一二三四五针下针，再一个空针，再一二三，然后再左两针并一针，然后再织一针下针，接着后面的五针下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好，接着我们到第六行，第六行同样前后正面看到五针上针，然后我们背面织叫织下针，一二、三、四、五，然后线绕到背面来织十七针上针，正面是下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，然后线绕到正面去五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针下针。好，这就是第六行的，然后接着第七行，第七行同样前面是五针下针，正面看到的是一二三四五针下针，然后我们就直接两针并一针，好，然后再一二三，然后空针，然后再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再一个空针，然后一二三，然后两针并一针，然后接着五针下针，正面看到的一二三四
五，好，然后接着是第八行，也就是这一朵花的最后一行，我们把它撕掉，同样前后五针是正面看到上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然后现在到背面来，十七针，我们背面之上针，二、三、四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，然后现在到正面去，再五针，我们这边背面之下针，正面就是上针。这一朵花就 完工了，这一朵花完工之后，我们现在还看不出来，然后接着再从头再织，我再多织两朵，这样让大家才能看得到整个花出来的样子。好，我们这边最后几针我们把它织了之后，翻到正面来看，那个花样织出来的式样。好，这边最后针，它花样织出来会是这种样子。我这款衣服的花样 B 是15针4行一朵花，那我起针起了17针，因为为了要让这边的麻花方便，所以我会在这边再加2针作为它的边界那个分界点。然后一开始我们同样要让花就定位，我们一开始花就定位从后往前过来织，所以要织跟那个看到的是相反的针。好，我们一开始先织2针，这一面下针，正面就是上针，然后正面要2针下针，然后正面要1针上针，然后线绕过来这一面，这一针要用做扭针，从下往上绕，好，然后再绕到正面去，正面是上针，再绕回反面，一、二、三针下针，再绕回正面，上针正面，然后这一针是扭针，好，再绕回正面，上针，然后再绕回背面，这一针2针是下针，正面又要织麻花了，所以2针下针，我们再绕到正面，这2针就是作为间隔的，就是我说的这边没有针，然后因为这边是5针跟花样 A 接交界点。好，我们一开始同样我们就把它织成上针好了，一行上一行下，然后一开始我们就要做麻花的那个交叉点的位置，然后这个麻花呢我们要让它有立体感，所以会先织后面这一针，然后再织前面这一针，它才会更有立体感。然后好，上针绕到后面扭针，然后再绕回正面上针，然后绕到背面，这一针这三针我们要织的是那个金钱花，所以挑一针起来，跨过第一针第二针放下，织一针空针，然后再织一针，好，然后绕回正面上针，好，绕到背面，这一针我们就要记得扭针，然后再绕回正面上针，然后绕到背面，这边又是那个麻花，同样我们织前后一针，织前一针放下，2针上针。好，第二行的花样我们就是看到上针织上针，看到扭针我们就织扭针，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下针就织下针。好，这边上针，然后再绕回正面，正面是上针，我们织下针，这一针扭针，好，再绕回正面，正面上针，好，接着一、二、三，正面是下针，上针，然后再绕回背面，这一针扭针，好，绕回正面，正面上针。好，这边2针正面是下针，因为是麻花的。好，这个是分界点。好，到正面来，正面就是第三行花。
第三行的时候，这边把它织掉，然后同样这边又要织麻花，后一针前一针一起放掉，然后上针到背面，这一针扭针再回来正面上针拉到背面。这一次的金钱花我们不织不做，就直接织下针过去，因为它是隔三行在做。好，这一针上针绕到背面扭针，再绕回正面上针绕回背面，这边麻花先织后一针再织前一针放掉。好，两针上针，好，绕回背面，这边第四行，也就是这边第四行，也就是这一朵花的最后一行，我们看到上针织上针，看到下针织下针，然后看到扭针就织扭针。好，这边是下针，这一针扭针绕回正面下针，然后一二三针，好，绕回正面，然后接着我们看到下针就织下针，回来这边看到是扭针，上针的扭针我们就织扭针，再绕回正面下针。好，这边是麻花的两针，再绕回正面分界点我把它织掉，然后这边就结束，等于到这边的我们要回头再织，我们再做一次。好，我们这边回头再做一次，同样一开始这边就把它织掉，然后接着这边同样一开始我们看到是麻花，就麻花后一针前一针两针一起放掉，绕到前面来上针，再绕到后面扭针，再绕回正面绕到后面去。我们这边又要做金钱花，把最后一针挑起来，跨过第一针第二针，然后两针放下，织一针空针，然后再织一针下针，绕到正面来上针，再绕回背面这一针扭针，再绕到正面上针，再绕回背面，这边又是麻花后面先织再织前面，然后两针一起放掉。好，这边上针，然后第二行的又是看到上针织上针，看到下针我们就织下针，这边上针我们织上针。好，这边上针，然后线绕过来这一针扭针，再绕回后面下针，然后一二三，这边是金钱花，再绕回正面下针，然后这一针扭针，再绕回正面下针，再绕回背面，这边这边麻花位置，好，这边是区隔的。好，我们再做一次第三行的，这边区隔的织掉，这边麻花后一针先织，然后再织前一针一起放掉，然后再上针绕到后面再扭针，再绕回正面上针，然后这边金钱花我们不做，直接织下针，再绕回正面这边上针绕回背面，这边又是扭针了，再绕回正面上针，然后这边又是麻花后一针前一针两针一起放掉，然后上针。背面同样看到上针织上针，看到下针织下针，然后我再多织几次，然后才能看出那个花纹的样子。我们先我再多织几行，我们把这边最后几针织完，然后翻到正面来看花
花样 B 织出来的整个花样的样式。好，我们翻过来看，花样 B 织出来就是这种样子，这就是花样 B 织出来的样子。